李帝勋2014年曾合作韩剧《秘密之门》，两人在剧中饰演一对夫妻。近年来，蒲恩斌因演出《非常律师》与《鹦鹉》爆红，并拿下百想艺术大赏、TV 部门大赏殊荣，要是南韩一线女演员。而李帝勋演出多部经典韩剧，深受众多粉丝喜爱，粉丝都希望有机会再看到两人合作。而第28届釜山影展将在10月4日展开，近日主办方就宣布，本届主持人为李帝勋和蒲恩斌，两人时隔9年终于再次合体，一同担任釜山影展开幕式主持人，让粉丝都相当期待看到两人同框啊。